こんにちは，我是吃皮 Gans 实况团的中泽，今天要开箱的是《侠盗猎车手5》GTA 5的 PC 版实体包。GTA 5分级在限制级，注意本游戏包含暴力或暴露等限制级成分，未成年请勿观看。本开箱影片当然不会有游玩的过程，您可以安心的看完。GTA 5是一款第三人称开放世界动作冒险游戏，由 Rockstar North 制作和发行。游戏背景设定在虚构的美国圣安地列斯州，要割开包装咯，小心的使用美工刀，撕开咯，撕开咯，撕开咯，呜呜呜呜，撕开了。那现在我来念包装盒背后的简介。当一个年轻的街头骗子、退休的银行抢犯和一个脑子有问题的神经病发现自己深陷在由地下犯罪集团、美国政府和娱乐业交织成的恐怖困境时，他们必须完成一连串的抢劫任务，才得以在这个无情的城市生存下去。在这里，他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更不可以信赖彼此。好的，看来是个相当疯狂的游戏，现在把它打开吧。OK，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插入，哦，拿出来了，还有东西，里面还有东西，让我们看看，全部拿出来了，没错，放在这边吧。这是，是 R 星星，打开，啊，哦，两个好基友。哇哦，这真的太大了，画面放不下去了。那就一半一半的看吧。这是左半边，再来是右半边。丹丹，少女一，少女二，少年 A， 少女 C， 少年 B， 少年 C， 少年 D。OK， 关上它，放在旁边吧。再来啊，星星被打开了，打开它，打开它。我们看到一个五，拿出来了啊，星星。哦，这是地图，哦，说明书。一个空白的备注页，放在这吧。地图，大地图，超大地图，超大地图，大地图。非预购版的实体包内容物有七片光碟、说明书附游戏序号、一张双面大地图。今天的开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中泽，那我们就期待下次在游戏见喽，拜拜。